不错，自己在想去。今年已经上过两次高海拔了，因为身体第一身体状况可能容易比较适应的快一些，然后前段也准备，然后回来以后如果再连上准备可能也比较就可能准备时间周期会短一些，其实也没有说那个珠峰是必须怎么样，但珠峰毕竟还是不一样，还是特别嘛，它是最高的，也许难，从人家专业登山来说人家不是难度上可能怎么样，不过在咱这业余里头还是个特别的山，就是你自己花点钱花点时间想去一个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而已，你吹牛去有什么可吹牛的，好多人问你是找死的，你要证明什么，对啊，我说我有毛病啊，我快50岁了，我花那么多钱花时间我给你证明什么呢。家里人当然都是从不接受到被迫接受，就说这事儿多安全多安全，你不能吓唬他，这人家也都明白，啊，这事一看拦不住你了啊，打得头破血流还不就，以前他也知道我就爱玩这个。他们刚才有人问我，他们说那个就在这块有一个卖鲜花的吗？不知道。这片有了吗？这边你往市上看看有。你爸爸那个为女儿买，女儿买穿什么颜色？穿花束还是什么？啊？穿花束还是？这是两把花吗？这是买上两把花吗？生日是吧？不是，他在这，有个艺术展。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要去爬珠峰？你会怎么回答？现在问这个问题？哎呀，就这样，就这样上去，上楼上楼，这个叫炉子峰，嗯，你看着高的这个叫炉子峰，嗯 ，C 一这看到了，什么能打了我这？因为这个大本营这几十年了，从来没说雪崩能打到大本营，离那个山很远啊，一送位说的，一扭头无后。地震啊！这个引起了大雪崩。No Chinese。Chinese。Yeah。No Chinese。No Chinese。No No No。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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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其实是雪没过来，那个气浪，那个气太大，那气儿太大。但是死的这些人是什么原因呢？他在睡袋里睡觉，在帐篷里头。
他因为没出帐篷啊、嗯、那个气浪一下子瞬间就在去加速，有的在山坡上就飞下来，在山坡上飞下来，在地下唱的。不要忘了啊，对讲机了，晚上我们对讲机说话好吗？嗯，呱呱呱。哇，这回是军机。啥时候？刚刚。在哪个机场？客机，军方说已经至少50人死亡。一架美国孟加拉航空公司的客机当地时间周一下午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降落时不幸坠毁，这起空难导致至少49人丧生。登山这个事情其实蛮认真的，我相对海拔超过2000的山，我登顶超过300次，冰天雪地就我一个人，来回几十公里，早上5:30起床跑，去年也跑了2800公里，平均配速在5:47。不是很，我再小点，所以登山实际上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个叫步步求生，要时时刻死，尽人事，听天命。你为这些，还为这。头我轻了两个下巴。按道理，我的那种体能其实不需要太高的配置，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保险吧。然后其实我资金啊各方面的准备其实蛮充分，他们网上在炒作说王石登一次要100万，然后就准备了大概150-160万吧，放到我弟的公司里面，他每年会挣24%回来，后来发现他会挣了快2000万回来。 OK OK You should buy new then better。 老刘来自新疆，攀登队员。新疆登山不能去登山啊，真的以王铁男为首，我是其中之一吧，感觉自我感觉挺好的。别说多么伟大，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户外啊探险，应该是很强。我们6:30钟啊，在大厅集合，我们去罗兰餐厅。那么今天是一个欢迎晚宴，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凯旋的回来了。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在危险这一方面说的特别少，从来不会对家人说的。我们家认为我这种想法就是很自私的，就想自己玩，你家人都不管了。我来的时候，我老婆说：“你都已经到过8500了，就那300-400米，你至于吗？那登顶或不登顶，不是就差不多了吗？你不太不负责任了才。”他说的我哑口。我女儿就拿这话跟他妈说，我老爸就想去做嘛，你就让他去。攀登，然后是那个大刘，然后梁鹤鸣，然后是黄太刚，然后是徐伟，管管熊，还有谁？还有那个王孝义，还有一对小情侣。小情侣我知道。15人。泽诺和番茄。这是对你队员最起码的尊重。我是队长，你都记不住，你那么你这小鞋穿。别混。当登第一座山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确认，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需要仰望的一个山的时候，很震撼，它直接矗立在我面前，然后有融入的感觉。特别是在攀登的过程中的时候，你会能听到自己的心率在跳，咚咚咚。就是首先你得是经济基础才能决定精神基础。
们的目标不高，不用说你够花就行，赚很多钱就够我玩就行。嗯，因为你这一辈子不知道玩的哪个就是我的终点了，那何必说是你非得赚多少个数字呢？一年有个三五百万，也基本上能支撑我们所有的玩的项目。高峰珠穆朗玛峰，它现在是因为这个商业的攀登，那么修路呀，后勤保障的非常强大，它变得好像似乎是非常容易的。如果单纯的一个山放在那，一个登山队去做，我认为都肯定是还不亚于开头的，它是也是一个非常难的山。我们至少提前到了一个小时吧，可以一个多小时。那不止我们，现在都满十一点钟了。多少时间？你这边没来过吗？看老总，有老同事怎么在自个儿去睡觉了？说两个小时，喝点酒，这样凉紧了。冷不冷？不冷。你冷就赶紧去穿衣服啊！你里面穿的啥子？穿的是。就现在的这个登山客户啊，他我不一定非常非常喜欢登山，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人生里头，我要有这么一段经历。但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不一定非要去登珠峰，我可以登个4000米、5000米、3000米山，我也可以觉得很开心。因为一个登山呢，他体能啊占三分之一不到，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啊、心理素质啊、他的生活经历啊，登高海拔你要从3000米、4000米、5000米、6000米。然后登完7000米才能登8000米，我认为这是只是一个途径，而不是必须的途径。我们出发了。OK， 我估计今天两个半小时路程。登山跟徒步还不一样，徒步你是可以在过程中去学习，对吧？提高。登山你基本上你犯个错误可能没机会。所以说现在这些小孩二三十岁，家里条件不错，有时间，那第一座山就珠峰。像我们这个都是从小山一点一点的。我怕你要去那个市场吗？你也要我，让我去年爬马苏鲁之前，你让我说珠峰什么的，我跟你们跟别人想法一样，你找死你。反正回到大本营也吃饱喝足，还得继续，不能就后半辈下象棋了。明天早上8点出发，我们大概会走3个小时，然后吃午饭。吃午饭的话大概一个小时，明天晚上的目的地叫腾伯泉，腾伯泉的海拔是在3820。我拍视频，好吧，一路顺风，祝我们这个团队顶峰团队顺利到达8848，吉星如意 ，every day everyone，good lucky。这是我们打坐小团队的我自己的小 logo。打坐群通过打坐对这个登山有更大的帮助，把整个身体打开，形成一个体呼吸，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好，谢谢你，加油。我是就是说运用这个打坐，那个我休息好了以后，我就可非常珠峰，这个非常珠峰，休息的好肯定是吧？对呀、啊，肯定是有包。但我觉得那个等你吸上氧气以后，最好还是别念了。我要传递的是啥呢？啊，就是说我放松以后，就是一边爬山，我整个身体都在呼吸，不完全靠着氧气来呼吸。就是找见自己的感觉，找见自己的节奏以后，整个身体就是呼吸直接转成能量以后，就能帮助你爬山，你知道吧？到了这个年纪了哈，这个什么是主要的，你就养生对我是主要的。登珠峰养生吗？登珠峰和养生这是两个概念问题。这个那你为什么要来登珠峰呢？那个登珠峰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嗯，就说你的目的吧。我吧，大部分人就是，什么名啊、利啊，其中我也有一点，是吧？这个的在世俗的人嘛，是吧？我也不是上人，也不是那个什么大的学生的，是吧？也图一点名，也图一点利，是吧？也有一点，就是说跟好多人做我的粉丝，然后把我的打坐发扬下去。你跟着我，你看我。因为打坐当上珠峰了是吧，然后有很多人跟着我学打坐，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他的身体环境家庭越来越好，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所以我想把这个旗子立起来，大家都打打坐，老年了以后身体好倍儿棒，是吧？看什么人都要看得惯，是吧？你不要看奇怪，你就看不惯。试过弄你这种佛法去做什么极限运动啊？是那种比如说爬个山啊，比如这次珠峰，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最高的记录才6000米是吧？我就想利用我这个打坐这个修炼机会，检验我这个这个，是。所以我现在目前信心很足的，对吧？嗯。像你吧，你看，又是玩这个哈，你老轰轰哈，你这什么李小龙是吧？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我说的有点夸张，那个。拉二胡是吧？拉的挺好的。拉二胡，小机器啊，挺好的。还好读书少，要不然都被你忽悠了。哎，别气你了，气了一个。太性感了。你跟大伙说说，你为什么想亲我一口吧？因为像您这么呆萌可爱的人一步，他就是可爱，他就是想爱情，你知道吗？你就说吧，是不是我某些方面影响到你了？见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就是忍不住想亲他一下，亲一下，这很正常，普通的。这就说明我某些。一下我们的登山的先人啊，先辈们，哪天我要是挂了，我也埋在这，我的好基友们帮我烧一个充气娃娃，要带骨头那一款，16.8万，那个比较耐用。这爷问我什么勇气让我来第二次来爬这珠峰啊？我说我想啊，也不是什么勇气，就觉得这人生啊短暂。
有限，那么总要干点自己感觉到伟大的事儿，所以我来了第二次。你觉得登珠峰伟大？不是伟大，我觉得登珠峰是超越了我自己，这个伟大，不是登珠峰伟大。啊，我觉得登珠峰挺伟大。去年你也来了。啊，去年到了8500，大风把我刮下来了。比时间还久，哎嘿，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们60多的人就再来一回，人家70几岁还来了，来日方长，你们不要急。老刘，你刚才说这个60多岁人是超越你60多岁的自己，对，那又牛逼啊！我60岁来的时候，不是，我是这样想的，都60多了，你再不干一个你自己想干事，哪天躺下到那。哈喇子流上，哎哎，一想他妈啥也没干成，我的那个珠峰都破产了，我得回去办10年庄。你他妈你1%啊拿出来的，就是啊，你这个像个水吧，这是个啥东西啊？钢底下那个东西吗？把钻石取出来。每一个细节都会致命的，让你爬不到。这个我知道，这么我50多岁了，这点你知道什么？有一点生活经验，我还是你知道什么？我还是那个还是客服的，你知道吧？不是客服，你老是说用客服，我们对呀、啊，你讲的东西我尽量接受嘛，对不对啊？但是又好多是不是接受，你这个说的就不是要接受，你就是没有的必须要有。一路走上来，我看你就穿了那一件衣服，啊，就是那一件衣服，排他衣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我们是，你看我怎么不知道？我现那个都你怎么？昨天我问你的时候，你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说实话，我问你，我老师给你拿了件排汗衣，你问什么叫排汗衣？你问我。但是我已经在穿了呀。你穿什么？穿个屁！你穿哪儿？我你穿哪儿？你洗了。现在还湿的对呀、啊。就是你没穿嘛你。你吃穿什么呀？穿你说你、这个、穿了几天，他那个你看你这还是一种排斥的一种状态。老以为我是好像搞迷信的干啥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呢，那你有些观点也是错的，我不能不反驳你。虽然你那个高高在上，或者是有很多经验嘛，但是我有经验我也得，是吧？我也有我的自己的看法，是吧？好了，放一张双盘来。那为什么掉水里你就要抱小孩了？那小孩大人不一定会死，大人不一定会死，知道吧？这个想什么了？你是不是？小孩，我告诉你，在登山的时候救强不救弱，你要快死了，他还好一点，我先救他。如果我只能救一个的时候。很多人在深山营里滑水死的，我做好了这个，只要我一滑，我立马抓住，唰的一下就滑了，我一下就抓住了，我一下就抓住了。如果是你，100%的下去了，你肯定走下去就去上厕所了，因为你穿了一天的冰爪，你根本没在这个意识里面。脱掉冰爪以后，走路稳不稳，你根本没这个意识。那你为什么挂毒锁呢？没有地方挂毒锁，已经偏离我们的正常的线路。老说在深山营地睡觉都立着了，把自己固定在冰上挂着，没有平的地方。你想什么呢？好多人都认为死的傻逼不行，他觉得别人不行，他行啊。我跟你说，死的都不傻逼。怕的人都活下来了，吓着他了，是不是吓着你了？啊，老板都被吓出来了，真气了，吓着你们？对，我冷汗，都吓着你了，你是决定这么危险啊？不，我问你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来登珠峰，你认为你有没有可能会死？没有。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我来的时候我就想，那死的都不是傻逼，那我有可能也会死。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们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有些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忍不住要说。我跟老宋性格不一样，我要说，我要提，我要给他说，衣服穿多了脱。但是很多时候他不听你。我说了一说我老王的工作了，他不听啊，真的不听。他认为我克服一下就过来了，有些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不差什么。这热不热不？
夜里不来。23岁，年轻，四十多分钟的女人。我需要的是勇猛。可以。哟，那你们要来？来，我们照相。勇敢。40岁到50岁是登山的黄金时期。登山不仅仅是体能的问题，登珠峰只是一个想法。当你付出14而站在峰顶的时候，那只完成一半，你还从下面安全的走回来。不想透这个问题来登山的人都是很盲目。人生啊，不是为了去避险，还是要为了去突破。天天在家里面睡大觉，我活10年，跟活100年有什么意思呢？你在适应不好的情况去把这事情干了，累得要死，妈的，头昏眼花。对，前面适应的就那么紧张，又对，结果回来以后又要休息，妈10天，说不定15天。下来以后参加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后面距离又拉太长。对对对，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老唐，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明白你的意思啊。那你又和他算？不是，搞了半天这个问题，人家不可能在点上面给你让步的。你看他又这样说，你现在就告诉我，29号是不是必须要搞的？那你排吧。还是最后说，29号要回来。29号上必须，他们必须在边下发。你排吧，这个计划。29号出发吗？那就等。对于他信这个人的东西哦，他就一定要按他这个信的来。对于我不信的东西，我认为早上科学上了。怎么穿着四个思绪没了？关，要那气儿出来。关注了，空零，四，然后再。他说李先生 ，sleeping time zero pipe， OK。睡觉的时候0.5 啊 ，OK。嗯。Working time one pipe， this is 2.5。Yeah。在8800，实际上你相当于7800的无氧，给你供注了全部的氧气，哪怕是纯氧，但是它空气的密度降低了，空气的密度降低了什么概念？就是你狠狠的吸了一口。和内地吸的一样大口，但实际上氧气只有内地0.3。那你的意思就是6000开始挂氧，相当于在5000的无氧。对，7000挂氧，相当于6000无氧。挂上氧气并不是无敌的，挂上氧气只降低1000米的感受度而已。那这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讲究各种呼吸法，什么腹式呼吸法、胸式呼吸法，什么呼吸法。到了珠峰顶上，到8000米以上，就一个呼吸法是往死里吸。
我对这个山首先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它对于体能的一个需求，当时评估下来的话，它一天最少有1000米的拔升和下降的能力，不是说你空手去走，而且还是一个海拔基础上，所以当时我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我是负重20公斤，然后在3600米的高度海拔，然后拔升220层高楼，然后再下来，是连续不停的上去，20公斤，然后220层，然后每天这样连续持续一个月。起来，起来，我们都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来了，来了，来了。注意拍视频。睡觉了？是啊，这已经到山上了。咱叫困了是吧？孩子都别困难了，平安回来。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放心吧。你也错了。啊，对讲机点名，对讲机点名，又对讲机再点一遍。对讲机答应，对讲机和对讲机开机，开机都确认都通通话，赶紧开机。这都搞不通的时候，到底上去动的时候都伸不出来，都没戏了。我说咋用这东西？还对讲机。知道。没有发过来，没有确认。没事。哎呀，你来。巡围，巡围，你说我是巡围，答应。这边能偷着收着才算数。我是巡围。对，这边要听到才算数。你嘴巴听到，屁股到山上听不到了。你的意思就是队员都不要拿对讲机，光那个下巴，到最后下巴跑的命子，你问队员在哪，他都不理你。你没有实战经验，你不知道这事情，我跟你讲。哎呀 ，My teacher help me。上山接兵，上山接兵，踢进去。我家姑娘搞个美术展。这个是老爸从8848带回来的东西。老王，我现在纠正你一个想法，真的，包括我现在能不上到8848上，我到现在为止，我能不能两个不知道。你不要，千万不要口口声声8848。顺其自然，老哥讲不讲？顺其自然。生命啊，非常重要。对对对。啊，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东西非要上8848去。我因为这，我因为他那个啥，那我的、我的思想内涵也太低了吧，老刘。所以你一开口说的，你看我这个东西上过8848，上过8848，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真的。你不要带，你不开玩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所以没什么重量，很轻的，是吧？我拿石头给他，还砸了两半。他打碎了，我也背两块石头也得背上去，你知道吗？我就这么少，把这个话撂在这儿，真是的。太他妈固执。上去不上去，这都是看你修来的福气，到不到什么。是吧？业力够不够？是吧？那个天时地利环境，修行不行和登山有淡关系吗？登山和修行，修行不行。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修行不好？所以是就这意思吗？就是以后不是不说的就这个意思吗？去年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有一个没有达到，天气没有达到。天气是因为什么？修行不好，天气就不好了。这是两码事儿嘛，不能这样说，是吧？那修行干啥？修行既然都不能改变天气，如果今年的天气也好，是吧？哎，人也有，不是是这样的。哎，我正好我的运气好，你不能把任何事情和修行扯到一块，真的。你把任何事情都和修行扯到一块了，会误你。对对对，会贬低呀、啊。不是贬低，是误你自己。把你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太清楚了，他说你这肯定发育好。我说的话越多，错误越多，我知道。大大大 ，You must be 大大大。大大大，谢谢。当当当当当，我都听懂了，我听懂了。休下吧，他没啊，说他如果家里不带这两个字，那我就必须听他的。谢谢。他如果家里不带这两个字，你会带吗？你会不带？你们老是这个石头有啥吗？那个啥，我觉得你们越计较这个东西啊，你们越没有水平。我跟你说，别以为你们都是当过8000多的，是吧？这不是玻璃吗？
这个是木，性火。这个是金，这个是水，这个。这个大拇指就相当于是土。宇宙中的所谓的能量，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哪儿丢的？你把包背好，继续走。老是这拉里拉撒的，继续往前走哈。后面有人送过来。这里就是雪崩跟冰崩发生最多的地方。80%死亡率就在这里。你们慢点走，慢点走，我看你们走得有点快。赵丽佳，赵丽佳，收到收到，我们慢点走。Hey Kevin, Kevin, slow down a little bit. Kevin, slowly a little bit. 对，你跟着尼玛在前面压着压着点，不要一开始兴奋就很又开始走路。我看你们速度还是快，慢慢的走，慢慢的晃。老王，你要相信你的冰爪，踩上去一定能踩住。废话嘛，你那个毛还是没塞进去。那个坡你踩着脚印就能下来，不要坐地下。啊，你相信你的冰爪，啊，平衡掌握住就行。再走都不舒慢。啊！你猜这帮的还是来自印第安 team go first 啊？他们也未必快啊，让他过去啊。他们也未必。我们的弟兄两个都搞不动身位。啊？他们也未必快。咱就这么走，咱的他要想抄咱，咱再让他抄。对呀、啊、对呀、啊、，Let's go Let's go。If they want to pass us, let them pass。那个王大师的水壶，他那个因为太慢了，现在不知道人在什么地方，我把它放在C1的营地啊。出来，我可都到一号营地了。几点呢？现在9:15。走了4个小时。你留到那个地方吗？如果没有人交代的话，反而有差错的话，他又拿不上了。你们山上风的情况什么情况？现在是一丝风都没有，天气好的不得了。好吧，好吧 ，OK， 一丝风都没有。到了 C 一了，你们两个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 C 一啊？那你们俩在C1休息一下，能去这样吗？那个我是走得慢，老贺可能有点感冒，那个也走不动，我俩搭档。兄弟，这是老贺，主要是我，前两天感冒了，可能是还不知道，本来以为没事儿，可是一走起来就是不行，浑身发冷，全都传染了。还搬道还打点，后来只好慢慢走。我和这个王小义刚到，所以他们下一趟会把那个上面我们的睡垫和睡袋拿下来，我们俩就先住在这儿了，然后明天再往上走。可能和大部队计划犯一样了，是没办法的事儿。那个你们商量定了以后，那个因为拿下来睡袋很快的，你们先不要太轻易的先做决定，先休息一下。下我们
这样，我们走到那儿很晚了，第二天也不太可，也就是住在西二，也不太可能跟着队伍往前走。好，你先休息一下吧，你随时联系我吧。那就这样，谢谢。刚才谁在呼叫我？啊，别胡搞，别胡搞！我跟你说，你为啥非要今天上嘛？你明天上，明天上了以后，后天的时候，你从 C3早点下来，就跟他大部队一块回来了。今天全部在 C2休息，全部在 C2休息，别上。你想你从 C1从大本营上了 C1，从 C1又上了 C2，已经连续上了1000多米了。你再连续上的话，这样不合适。就是诸分都难避。虽然我们是商业队伍，那每个人都是花了钱来攀登的，但是大家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那么，不管我们这个队伍里头任何一个人，如果是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抽调所有人的下巴来救这个人。这个原则上，这个我实在是肯定的。3:40啊，好吧，赶紧去喝茶吧。你后面是谁？小谷。开队啊？可能15分钟吧。哦，那个，先搞个烟。这帐篷。从尼泊尔飞到不丹，飞机看到珠峰了。嗯。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要去上这个。圣山是要完成一个珠峰攀登需要多少年时间，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我的想法是能不能2年之内我把这个目标完成。去爬个6000米试试看，有第一个山就是玉珠峰，爬了最后100米实在爬不上去，6000米过了我也知道我的体能是什么状态，好多年没锻炼过了，就慢慢就是开始每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一点点加。走了一年，开始就想准备跳过7000，直接上8000，跟他们一块登珠峰的走了一趟 EBC。当时实际上当时也没考虑老宋的队伍。当时还比较追求名牌，想要罗塞尔的队。后来了解下来，老宋的管理风格我还比较适应。EBC 走完3个月时间，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不徒步了，开始慢慢跑步了，从3公里、5公里就一点点加，大概练了3个月。临出发前1个月，我大概就每天能够跑到10公里。老刘。你后面还有其他人呢？刘小岩。长跑对我来说以前是根本都不可想象的，每天好像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就是不让自己停。2年前一个小小的梦想就这样，今天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已经很清醒了。中队，老实交代。搞别老婆，有没搞别老婆？谁是黑油漆了？终于归个啊！他能力呢，他肯定也不用质疑。像要我们这些队员上 C3，这是不可能的。再一个呢，他呢？当天早晨走的时候就穿了一个排骨嘛，穿了排骨，带了一个睡垫。然后他呢，早晨呢，他要求厨房呢给他做些肉嘛，炒米饭，这样可能能量会高一些。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小碗米饭。我就说，
帕大道的上面，这些水呀、啊、这些食物啊不够，他得到的信息呢是有其他的队可能已经在上面，他呢可以跟他其他的队呢可能可以去分享一些这些食物啊水啊这些东西，那其实上去以后呢都没有，这队呢这些信息呢其实也都是不存在，就是呢还是挺危险的。有任何一个队员，那么就比如说像总统再发生总统这样的事情，单独行动呀，什么什么要搞无氧呀，危及到大家的那个这个队伍的这个登顶啊，或者是安全的话，那我们也是零容忍的。走龙走龙，你明天什么时候下来呢？太阳一出山，以上的太阳就开始下来。你这个人也是的，一个人跑去最山，万一出点差错，你怎么弄啊？事情。我没想到整个最山连一个人都不有，人都没有啊。这个事情不是让你想象的，对不对？你什么时间按计划来的呀？没有计划去最山，你非要自己一个人跑到最山去。听指挥啊！你神经病，好好吧。跑去西山，我一个人还这样，太危险了，你知道吗？下次再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就我们不派下巴，你就再别上了。啊，我错了，我错，知道错了。先回去吃饭，先休息吧。好，好嘞。那个张吗？马上开饭了，已经。那个张吗？这个。祝你生日快乐！哇！E A I B C D 的 E E A E A， 报告一下，烦都烦死了！我说他妈的，那家长都让人报案了，非要还拐过来，跟他说是，你让他们你们自己派人来到这来看看这个地方是啥情况。E A 21927888。哎，我真烦透了，我说，不是，那你跟对象跟这家公司合作了？找到了，就在越野的，上方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上面的医疗救援、紧急救援还是什么问题？现在是这个被保险人摔伤了，可能肋骨骨折了，现在需要直升机救援。不一定能联系到我，有的时候可以联系到，有的时候联系不到。现在我们是要找直升机，现在现场有直升机，现在是我们自己找吗？还是你们来派？关于医疗运送的话，现在我们首先要联系到直升机构这边去做安全的报备，要跟他们这边联系，看是否能做处理。所以我们这边要跟他们。我先问你一点，人都要死了，你是要先救命吗？还是先跟你们？走这些程序啊，你们太过分了，我跟你讲，卖保险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什么鼻子什么没牙的是这好那好，现在报了险了，这事那事都来了，你知不知道说啥？说张伟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好多队的人说的，这两天报了好多这种案子，说他们怀疑这都有问题。这种飞镖不烂。我说去你妈的！我说你他妈的，别人有没有问题，你去找他们去。我只对我们报的案子负责，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给我扯别的。直升飞机也不能随时来了呀。那对的。那现在我天气可以，你在我也等了你几小时，你没有联系我，那我先坐回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咱们如果不找他的话，他反过来有话说。现在等我十一点来，我们照样坐上走。他妈的，我跟你说了呀，那情况紧急，他妈我为啥等你呢？我肯定救命第一啊！现在是这样的，原来美亚卖的这个钱，现在美亚不做了，这是亏了呢。美亚不干了，而且专门是对尼泊尔不干，因为尼泊尔的好多这个直升机公司和他们那些，还包括那些徒步那些向导，他们绑到一块儿。那个向导叫报一个钱，那个直升机公司赚一笔钱给向导给回扣。然后，妈的，黑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搞受不了。那个他肯定没给我。
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Evening dining, sir. 哦，那什么 ？Yeah, 那什么 ？Yeah.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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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nk you. Good day. 在那个哪儿？在饭堂。啊？在那个饭厅呢。哦，在饭厅放着呢哈。哦 ，Sorry。嗯。王大师，这儿。什么操蛋，关键的时候没消息。我这么多年为难过你们领导没有？请个假就这么难，对不对？对啊，那我向你飞行队请假，你不行的话，你我上报我，对不对？现在为难我干啥？我在外面，我在外面，你让我马上回去，怎么回去啊？我提前给你请好多天假，你不批啊？你只给我15天啊，对不对？我怎么着你们都不会同意的，是不是啊？你还可以不批啊，对不对啊？15天你还可以不批啊，对不对？动不动就拿那个什么那个党员那个公司员工说话的咋了？党员就不能请假啊？义务我做的还不够吗？放松。行了，浩总，谢谢，谢谢你啊！我也那个啥，我越给你那个啥，我的，行，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吧，是吧？反正我这情况就这样。你好像是给我找出了想办法，是不是？那个啥，我不领你的人情，我告诉你，浩总。啊，好的，谢谢浩总啊！啊，好，我以后还在你的，喂。喂喂，那个漫游过不去啊！哎，得请个假。嗨嗨嗨嗨嗨！真牛逼！没你牛逼，牛逼牛逼！怕了你了，我都。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整个身体是通的。嗯。通了，从通了哪？通了脚。就是，我要把这个整个身体通啊，运用到登山上来。因为他们这些老的，登过8000米的山，都在小看我，明白吗？嗯。啊，王哥。你女儿最少1.68米以上。你不要谈这个事，行不行？我这个事情老远了，对吧？这不，我说这话对不对？你不要跟别人不说。老远了。对不对？老远了。对不对？最少1.68米以上，这话没错吧？别的我就不问了，你再告诉我这个。你要这个提这个话题，咱俩就没有话说。我家丫头早就有对象了，你这种我跟你说根本就看不上。所以说你今天遇到我，是你。不知道哪一次修来的啊，算了吧算了吧，我敢告诉你。在营地我帮王老师缝了几个那个牌，我说这羽绒服不要擦，一擦有洞让羽绒跑，他说一句话都这么多棉花。我转过头给了他一个飞吻，他腿一下软了，腿一下软了。老刘脾气又急，内靴急了，他就说啥是内靴，这就你大鞋子里面有个内靴，哎呦，内鞋可以拿出来的，说是拿出来的，哎呀，我这个穿鞋可是个问题，我每次都穿20多分钟，就是因为那个鞋很难穿，搞了半天那个鞋可以拿出来，就这个程度，他都不知道内靴是可以拿出来的，对不对？就他们就现在拿我跟老王比，真是这个丑不丑丢人。那你为了老王也要登顶啊？春兰哥说，万一你回去了，老王登顶了，你不得哭？对呀、啊。老王，怎么样？哎呀，不怎么样，吃苦吧。昨晚连上网了吗？姐姐怎么说？姐姐都睡了。
跟谁睡？跟谁睡了？十三是低谷呢，现在十一号是高峰呢，刷一下呢。十三是低，是往上升，一到十五是又高了，你看到超过。OK, today is the here. OK, then we'll see tomorrow. OK, 先不走。嗯，那我通知。就这意思。这。Thank you.等下回去睡觉吧。他们现在往西四点零。那大裂缝，他们说好几十米、上百米宽。那个梯子也修不了，得想办法从边上过。整个那一块地方，嗯，也是下。什么？上面路坏了。路坏了。几百米、啊。再说几十米。几十米宽，几十米宽，整个那个、都是。要钱。人家说疼的那么着，从他们家说都通车去。一些叫做的都不来接，就把叫做那么大家人，莫他们家做的都做不来接，上街叫做的都这些人，搞大家人，你就叫不来接，看样都从这边叫我也想做这边，莫他们家的嘛，上坡这边想做上街呢，再给马路的也做不来。叫我工地设计突破，把行业里面工作上这个七八条上送到。要挖地塘，他们家老多绿塘啊，但一江那么大，就把那么大些用到了我上坡七八九道挖，大家别搞出不来做。过年给我送过，准备给江宝来给你，没那么做不来给忙，干吧，工作没要把退嘛，叫我忙来做不来给，就把他们这样把这些人在们家这种没不了，就把他们把那那个，不打招呼，他们家他们人那么些，他都叫我去上班，他们家没得太阳，太阳太新鲜，地上那吃什么来当你忙，他就把他。这些没那么太阳，太早没太阳，悄悄些那么太阳，把人整就得掉啊！那拉我拉大米的，像南疆新的地面，搞完土啊，不要看看我有叫我最多呢，长寿这个这说他们说人家怎么样的吧，结巴呢，说那么他们吃多啤酒了，肯定长寿，没那么味道呗。今年年上他们家帮我做，今年多你把帮我那娃他也这样跟你说，这样你把。大多数人嘛，都是比第一次适应的时候要都到的早得多，最快的人一点半就到了。那么多数人都在大概是三点钟左右都到了 CR， 最慢的刘丽他是五六点钟，将近六点钟才到，但是还有两个那个老王和那个老贺，他们用了十个多小时。上次拉链完放在一号营地找不到了，他为什么放了一号营地呢？找遍了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都没有找到。收到，你先稍等一下啊。王小姐和那个老贺，他们可能上不来了，但是他们现在把他们的东西睡袋拿到 C1 去了，他们连体服不知道拿下来没有？问一下密码。虽然是放了营地丢了，但是你自己胡搞吗？这事情。他们就不理解这事情，你知道吧？要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哎，你是来过一次的人，这个程序你都知道。那个 C 一的帐篷要全撤掉，哎，你把自己的东西留到那个 C 一帐篷里。别人不是说给你拿走，什么丢了给你偷走，就是撤掉的时候倒来倒去，这就是个信息不对称，就造成现在可能在哪地方你也不知道。所以他现在没衣服穿，没连体服穿。明天上再上 C 三就要用了。只能穿王大师的道服了。他缝的道服。明天 C 二到 C 三。倒不需要太早出发，可能就是个在十点之前吧，只要能出发都可以，因为明天也是六到八个小时的路嘛。就是那个老王大师，他明天退出了，他不穿灯了，那么我就可以穿他的了，你跟他说一下吧，跟他说一下的话那不太好。重来。你以后到了营地还早上的时候跟我联系一下，昨天半天也没吭气，也没人跟我联系，我联系不到你们。好的。虽然现在才只有 C2 C3， 你让他们所有人，我跟你说一定要提高警惕，打起精神，不要再因为一些小小的疏忽搞得最后又登不了顶。你现在这个老贺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事情他现在肯定上不了了。他在下面，他感冒，我们提醒他，他说没事儿，只是有点流鼻涕，
他现在到了 CE 以后，他出发以后，他中间他发现他这个病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根本就走不动路，知道吧？他和王大师用了10个小时才到了 CE。王大师现在还继续爬吗？他们两个人不管他们爬还是不爬，这种速度是不可能让他们再往上上了。我赞同你的观点。对啊，你说 CEC 啊，他躺下了，我们都有办法给他整回来。他到了7000-8000多米的时候，他往那一躺，这全队的这个攀登计划都要受影响。今天只是有降雪，老夏都已经登顶了。老夏在八点半的时候已经登顶了。你告诉他们后面的天气没有问题，让他们赶紧上。我觉得就在这后头，云后头。啊？怎么了？这是凯米，世界纪录保持者，21次，22次。Good. Yeah. Okay. 我已经过去了。拉马，拉马。也拉马。拉马看到我。Where's the Lodz peak? Over there, in the back. Which one? Lodz. Lodz. This Everest. Yeah, so it is there.Everest is there. Everest is this. Yeah, yeah, here. What's it here? Rosie is here? Yeah.老夏登顶的话，妈的，就是等于是跟把中东鞋头上拉了泡屎。来北坡登不给批，然后来南坡登发函过来，尼泊尔的这个旅游局说不要给他批这个登顶证书，说他这样的没有腿的残疾人登顶会死的，说很危险。老夏气得慢了。最讽刺的，那老夏是属于中东鞋的人了。看最牛逼的还是我们的职工吧，他马上要等会要说。现在就是你到国外登山都碍了什么事儿？
收到，收到。现在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在路上，准备上三号营地，但是他们让我们下车。下车的原因说，这武警呢，正儿八经下去了，没有送上来。放他妈了个屁！他妈谁下的命令啊？谁给你下的命令？我听到你说你面朝大本营，对讲机朝大本营方向说话，拿起来说，不要窝到怀里说，举起来一点点。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继续深山，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刮着风下着小雪，问题不大，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就能到深山了。现在你刚才说的什么问题再重复一遍，我没听明白，他们让你谁让你下的？他们在那明晚没来，在分参战队上也没看到人。为什么他们两个在干什么？有可能在秘密下去的。你们稍等稍等，我现在找大西去。好的好的。胡搞我操！老唐，老唐。老唐，老唐，你赶紧把大西上叫来。怎么？他妈的，这个逼他妈的这个，大晚上集合，明码人影子不见。康明现在说的是，什么背食品的人到不了自己家，让他们全部下来。你把大西上叫来。又他妈搞胡搞，我操！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原因一定是什么原因？根本不是 C 三的风大，而是 C 三往 C 四的人去不了了。他们要退回来，他就要把我们憋到下面来。你跟我说我们不干这事情。他们现在说是 C 三的风太大，无法扎帐篷，有这么回事吗？道路是低这个地方了，那我们下撤，这不当儿戏吗？现在上面的风力什么情况？没啥风。No wind。卡米人呢？啊，卡米回二号了。先问他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下车的命令。But should inform us.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Oh, yeah, we don't know. 那有功夫说呀，这不说这人下巴就跑了，这个事情怎么弄？啊？我跟你说一个大巴桑吉，他回来给我赶紧滚得远远的去。妈的，睡袋的事情就是他搞的事情。他现在把刘丽领着出来，说什么搞三个嘛下巴，四个下巴，说二十二号再去等你，这不是胡扯的胡搞吗？不跟我们说。他现在他说这个他们那个位置离西山比较远的地方，他们说很近了，已经上骆子壁很长时间了，很近了。他说那个这个沙巴破库信息，他其他队现在往下撤，在西山。没有，我再说一个没有。如果是十六号家去登顶了怎么办？你就给我翻译他。没有。稍等啊，你们全停下来，到你那汇集，叫后面的人往上上。我现在去找扎西。队长、副队长、卡米，都跑了。大叔，我们听你的计划，如果是下撤也可以。他们调度的问题，他们现在胡找其他原因。你先等一下，我现在正在跟他们发那个发脾气呢。你相信我的判断，是这种时候。我说翻一遍你就翻一遍，我说翻一遍再翻一遍你再翻一遍，你要不停的这样跟我说，我跟你说一定是他们内部调度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疯了狗屁的事情。明白认为他说今天晚上
如果待在新山的话，就是损耗一些氧气，然后其他没有什么价值，还不如明天再上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明天上 C 四了呀？我这件事情要跟我们沟通呀，跟我们说呀，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人家队员说，哎，不走了，什么要下了，又是没吃的了。你自己看这个原因，一会儿冻了，一会儿又疯了，一会儿没吃的了。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没关系啊，哪怕没有任何原因，搞不了下都可以告跟我们说呀，对不对啊？哎，明天的天气降雪和这个风都没有。So if this eight member right, you want to go camp three, it's okay. So they can go there. So can three tents in tents no problem. No problem. They can manage. Oxygen, no problem. They can manage that. 那为什么要下车呢？前面？那现在问题先不管下不下车，这几个人是不往前走了，你决定让他下去往前走是不是？我跟你讲，老汤，你现在去搞了，他们上去跟你搞事情，我跟你讲。那现在你是想知道他们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干？他说这样的，刚才是可能他们下巴或者是成员认为这个风比较大，他们就商量了一下，觉得就往后退了。为什么不跟我们沟通？对，他说这个问题，我跟他说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他也要强调一下，不能这么做。上，你跟他说上。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九个人上。上，你说仅仅是今天天气不好啊，今天风最大，雪最大啊，但是也不是也可以上的。那明天现在天气都没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错失这个机会呢？现在我们已经沟通好了，你们九个人，你们没问题的人还继续上，出问题的人再说。我说后面两天的天气你把控的怎么样？今天是最恶劣的一天，风是二十的。还有雪是有三，今天有三十多厘米，将近四十公分的降雪，后面都没有问题了。好的，收到，收到。来吧。他说他有些队员跟他说，他们互相跟他交流，他说这个天气比较差的话，他们就觉得上西山好像难度挺大的。把队员砸掉，我跟你说他妈的没有一个队员说天气不，没有，他这个他们在说，我跟你说。现在问题是，胡搞事情，你现在告诉他，不管任何事情我上。你听我说，老唐，因为这个过程嘛，你不是很了解山的情况，你中间的话你要翻译给我，让我知道。我跟你说，他这样的，他说他九个队员可以上，再上嘛。但是现在是这个卡米和那个明满还是在 C 二嘛，所以在 C 三的帐篷啊在固定，然后如果是今天缺什么物资啊什么食物啊，他明满和卡米他会把下巴今天送上来。不，卡米和明满回到 C 二去了啊？为什么？对，这也是我问他，如果明天出发的话，这样的话怎么不好？他说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两个队伍了，这样的我就想奇怪，怎么会变成两个队伍？我们不需要两个队伍。现在队员谁在下面？就是老胡明和那个黄大刚在下面，让他们俩给我滚！你告诉他们。现在是联系嘛，让他们上。妈的，他们俩今天要不上，他就给我下来，不让等你了。停止 ，stop。让他们滚回来！我跟你讲，这样的人他妈的，你花多少钱，我跟你也不负责，给我回来。在后面的有可能是小谷，丽丽上不是说了一嘴吗？对，小谷在后面。但是你说奇不奇怪？嗯。现在扎西嘴巴说是黄代刚和和胡明在 C 二。嗯。现在证言说就在我前面。真的罗生门了，搞到后面。我和王大师大概走了四十小时，西弯到西渡。后来，莉莉下来，有她个人的原因，她可能胯骨啊，还有别的原因吧。后来，胡明和小谷，也下来，因为明马告诉他们下去，就是说上面没有食品和住宿。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他们也下来了，据说。小谷呢？小谷感觉不好，在帐篷里睡觉。他们在胡搞，现在我已经全部其他人全部上去了，他们在这胡说八道的原因，给我说了一大堆，最后全都不是这么回事。那卡米怎么罢工了呢？他罢工，让他滚。没事，本来老贺跟老王他们就到的就晚，小谷就四人小分队明天再上呗。
老何、老王这样的速度，他们上不了，登不了顶，你是清楚的这个事情。老王说不可能，老何说死都要上给你看。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老王来了，我这衣服得还给老王。你们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都第一时间不告诉我，任由这个夏尔巴说什么就什么，现在就把这个事情搞成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我没办法，我只能保证第一个大队伍的人这样来上，听我指挥的人上，我没办法这事情。李春来，李春来，大巴桑吉和那个明妈妈都不一定能上来跟你们这个队伍走了，所以你和赵丽佳商量一下，要么就是你们两个来领导这个队伍，你们就安心来搞，我们底下也全力来配合你们。哎，宋队，昨天从没有上到 C2 的原因是你说当天能上到就可以了，也不用着急，所以我也不着急，老贺也不着急那个啥。后来我到了 C1 的时候，结果然后下巴人就不让我们上了，我说我们晚上可以到的，不要求那个啥，结果他们就这个原因，昨天我晚上就住 C1 了。现在我和老贺的状况非常好，我们必须要上，没有理由不上。你可以问一下啊，去年那个最慢最慢的老高，从大本营到 C2 只花了9个小时，哎，你们走了一个 C1 就走了十个多小时，这样怎么上呢？你上去一定是会爬到半空下不来的。我们必须得上去，上到哪儿算哪儿。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说上到哪儿算哪儿的事，你注定的是上不去了，这个情况不可能让你再上。这个 C1 C2 这你也没有说这个测试这个就不让上啊，现在怎么回事？你明天不让我们上吗？一天走十几个小时都上不到 C2 怎么上？而且我们也加了氧气，上十几都什么都根本没有问题的。不是说我们不让你上，老王，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我们不让哪个队员上，你们下来我们不难受吗？不是，我和老贺，我这意思是明天给我们安排一下，我们应该是正常上吧。这两个人状态正过来反过来都很有意思。老王说，我是走得慢，老贺是病了。老贺说，我他妈是病了，他是走得慢，互相不服。就是两边的胯骨疼得眼泪哗哗的。我放弃了下去好不好？吃了那么多苦，搞得这个地方眼看着马上就可以登顶了，我觉得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前段时间总跟我说妈妈挺住，我就特别不想因为这个是你狗屁的梦想。我本身来两次就不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来第二次的行为非常非常自私。赵丽佳。刚才让扎西已经去通知了下巴，但是你们也要在上面催一下他们，这样子喊一下，把大家都喊起来，早早出发。哇，如果上 C4 晚的话，是要命的。我知道了。
一样，如果不是李春来队长，是不是全体下车了？下巴都不干了，我怎么在绳上挂的？哇，卡米太不靠谱了。我们十点钟出发的时候，是一种情况，说今天很有可能走不了，走不了了。妈，餐厅长里面炸开锅了。啊，这怎么可能走不了了？那让我们在这睡一夜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什么，就说，然后就说为什么走不了了？说上面的营地不够，这个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这肯定不够的。老宋，如果说够，肯定 C 三的人一大早就出发了，不可能十点钟出发，对吧？这我们都心知肚明的事情。然后就说那不行，然后老宋必须协调，几分钟不到你就协调好了，我们都不相信你为什么能协调好。扎西正好是这里，就你这个位置的。所以我们当时对这个事情都表示怀疑，但是达瓦桑尼说 we go， 然后我们就走到冰壁的时候，后面不就剩我、胡明、小谷，我们三个在冰壁下面，其他的人就已经挂在冰壁上面了，然后就开始那出戏就开始了，罢工呀，上面步行呀，等等。珠穆朗玛峰在 C 三上面。胡明说都回来了。他天天都喊李春来喊李宇春，傻逼的李宇春队长说的，说人家下巴都撂挑子不干了，还在那傻逼说就不下。他走在最后，现在事情来了，明码就必须走最后呀。明码他是明码的客户，对吧？下来的途中不刚好遇到小谷在那哼哼唧唧的在那坐着休息吗？小谷走吧。小谷一看他旁边是明码队长，就决定这是一个队长的决定，上。就这四人小分队就成立了。我撤的时候就是小谷最后，胡明倒数第二，他俩下来了。人家跟夏巴都说好了什么什么灯，你说了一句不负责任，要想灯呢下午必须去啊，炸开锅了。我刚进帐篷怎么一眼看见老王了？你不是说老王不干了吗？老王首先就看我的衣服，我想赶紧还给人家吧，别冻着他了。穿到他身上挺好看的，挺合身的。然后再过都行了是吧？呀，我穿上会不会有他的体味啊？你看今天那他坐在那儿，我在那儿就看见他那个嘴唇啊，非常漂亮。那女人的嘴唇下面的衣帽是吧？我都哭着跟老王说的，我劝他别去了，你知道吗？他怎么说的？凭什么剥夺我攀登的权利？什么？我能爬多高是多高？那你听他讲的有道理，他们的意思是，你老宋，你当初收了我的钱。你当初我是啥样的你知道、哎、你收了我的钱我上哪就是哪，你凭什么不让我上？我现在信心满满，你现在上哪会连累这个队？我是危害，你是会连累别人。那我现在能走你凭什么不让我走？这个风跟攀登没有任何关系，知道吧？是可以挺过去的。你要说因为这个风终止攀登，那这些下巴都可以回家了，因为我们经历过C 四的风。赵丽佳，能听到吗？天气没有问题，但是你们出发的时候可能是最差的那波。现在我们有人没有到。我明白，没到没关系，到了以后吃就休息一下，还是不要出发太晚。对，我们大概是半个小时。好了，是的，C 三到C四是很远。老贺，现在老王去哪里了？现在C三不是啊？老王跑得太了，老王根本就没到冰壁下就回下去了。C 四呼叫舒一江，C 四呼叫舒一江。收到。7点半做准备，8点出发。OK。你不是人都到齐了吗？对，到齐了。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啊，我知道一下情况。OK。李佳。出来跟小莹，两个人的下巴有一个不行了，不上。那这个氧气有可能可以脱开吗？这样子，跟卡米说一下，让他把这个春来或者是小严的其中一下巴的氧气带上，只要氧气带上去就够，那么上升完全没问题了。王队长，让春来能不能拿你对讲机去找一下卡米？
联系呢，让他过来拿那氧气。黄队刚那有两个下巴，现在就是让黄队刚在第二个下巴去，出来没没氧气。他们现在很难指挥。这样子，我现在找扎西来。嗯。王队长，王队长，你先别走啊！你走了可能不行了啊！我跟你说好话，开米这是不分东西的，等于是给王队长的。我明白，现在这个情况是，现在跟他说不可能，现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给。别大题不能说了。我们去年和老宋在一起走的时候，你知道吗？两个小时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大家聚在一起吃东西。等到后上来的人上来了，一起再走。今年我跟你讲，大难临头各自飞那种，就路上就不休息，不吃不喝。刚哥那样的人都让你追上，让你追上他就觉得人生太失败了。刚哥应该是领导。那我就是问题了。一直他一直在前面呢。他们觉得。他被追上，他觉得他白锻炼了，每天早上6点都白起来了。我跟你说，他那个人你不是不知道，每次跟人家坐下来聊天，我准备了15年，3000多米的山登顶了多少次？李佳喊卡米过来跟扎西说。我找不到了。黄大刚。黄大刚。黄大刚，卡米是不是鼓着黄大刚走？不管这事。哎，老宋你好，我是老宋，谁啊？哎，我想你，我已经到底了，我就在这个这雪地，我再照两个照片就回去了，马上就回去了啊！我靠，你再别说话，我现在心思现在有问题，你赶紧回来吧，再别说话了。那好嘞。真他妈会添乱，我操！听大哥，这是珠峰。李佳。落子地。收到。你们现在到底是要出发吗？还是在干在做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现在我们已经协调好了，让李佳和老刘的。夏尔巴把你的氧气带上，他们两个夏尔巴带你们三个队员上。好的，谢谢啊。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扎西现在就在我跟前，我现在一直让他等着值班。你们现在赶紧准备好出发，再不要耽误时间。达瓦桑吉说，他们以为。C 三的人会接着往上走，没想到人家不往上走了，所以才没有疑虑。但其实，在出发的时候，你知道吧，餐厅的这些人就没事。后来他说爽了一点，他们这就要你可以给我们，他们本来就是要演出大戏。你可能不能跟我们好好说，哎，这样子。跟好好说，你不同意啊？你们非不愿意在 C 三坐，非要上呀？扎西。今天有衣服，我又跟着一起上了。这个问题现在是他造成的，你跟他讲清楚，别笑嘻嘻的，像没事一样的。他现在破坏了我的攀登，我很生气。我能来几次珠峰？你跟他讲，然后全世界你见过谁丢衣服吗？你现在不说清楚，等你再找他说的时候，你求他了，你就得跟他演这出戏。不能等了。下队的时候，高李让我一定参加他的队。刚走两步，碰见张伟，说参加他的队。逼货他妈的！所以我搞了吗？午饭。所以我，我现在骂。啊！许东伟，我麻烦问你，刚刚跟他妈那刘丽说啥了？好了。人家不也是好心吗？好了，好心。我操你妈的！你们的队人现在都跟我队上。所以我一个好心。体验了就 OK 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弟弟。哎，宋总，问你一下，他那个，到时候给一个，给
给一个小证书，开开的高点的，反正这辈子我也不再不再当上了。到一百米、两百米那没问题，多了不行。你的面子还不行。嗯，你到底多少啊？高度？你 CRU 上去了多少米啊？能不能开个八千左右的？嗯，那不行。毕竟还是，花了大价钱的是吧？对他们来说，什么红太钢的，人家算啥是吧？嗯。但是对我来，我这是公积金啊，是吧？这每一份都是血汗钱，是吧？嗯、这个决定到底对还是错的？错的，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嗯。我还丢不起那个人呢、啊，是吧？对吧？我那连什么 C 三都那个什么上不去，嗯、还什么 C 四还八千八的是吧？嗯。按我的性格，绝对丢不起那个人，你知道吧？嗯。因为我晚上我也行得好好的，这不爬上 C 三，再使使劲爬到 C 四，然后再给那个下巴人送一些 money 啊。再加上这个好的运气，应该当天不成问题，还能做那个梦了。嗯，你看昨天就突然，就随随便便几分钟时间，五分钟有这个想法，十分钟给老贺来过来过去过来做了个这局，我马上就扭头了，人家老贺哈又上 C 三了。所以后来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好像一点都不后悔。哎，木曼，木曼，到阳台就要走五六个小时呢。每个人都面临着死亡，而且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转眼一年，转眼一年，很快四十，哎，怎么现在四十五了？哎，怎么现在有五十四了？我的天哪！来了以后，你看大伙不断的排挤我，我心里呀非常抵触，而且这个团队这种氛围根本不是我想象的，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你那拿到每天拿到桌上就是一管两管的，呼吸，我操，这你那女人就在那坐着，你那玩意儿这能上了桌子啊，是吧？这吃了啥呢？我操，你说这，那一点廉耻这个都没有。管管是吧？你现在在哪位置？现在往南方岭方向走了。你现在离开阳台半个小时吗？是什么意思？我在找你，咱们公交车。嗯。我关注信号走得很慢。刚才管管兄打对讲机下来六点钟，他和黄太刚还在阳台呢。黄太刚走不动高反，九点钟出发，走了九个小时到阳台，就是从八千米的位置走了九个小时才走了五百米，上升了五百米。现在位置氧气低频氧气都吸完了，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事情。他妈高反了，也不接，走的太慢，不检查，到底氧气到底是什么情况？犯的和他们那几个人一模一样的毛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给一个下巴身上。哎，如果一个邓珠峰能那么一个下巴能把你搞定的话，那大家都雇一个下巴去搞。跟什么队伍呀，对不对？最强登不了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最厉害最牛逼的黄太刚前两个下巴那么厉害，嗯，我的妈，现在退出了，根本不是说你多有钱，你请多少下巴，你身体多棒。老宋，收到，你赶紧回话呀，出来他们一直在呼你。哎，我怎么没听到啊？你帮我转一下。
诉我现在老刘的眼睛视力出现了问题，他现在在阳台，请你告诉我阳台到顶峰还有多远。他怎么会在阳台呢？刚才管官呼的话，阳台上我肯定能听到。他应该是在南峰顶吧，不是在阳台吧？你再确认一下，他到底在什么位置？老刘，我现在回答你，你如果在阳台的话，你距离顶峰还有4到5个小时；如果你现在在南峰顶，你距离顶峰还有1个小时。老宋，现在老刘一只眼睛好，一只眼睛坏，白茫茫一片，看不见东西。不会。你在哪去？啊！顶峰探险，山上的队员请注意。老刘在8600米左右，他的眼压过高，导致现在眼睛看不清。我这里收不到，你告诉他一定要往下慢慢的挪，不要停在原处，停在原处的话，他们即使下来的话，只能协助他，也不可能把他拖着往下走的。非常的无助，我感觉我现在干了什么。邓总，能给我讲一下现在登顶都有谁吗？黄狗国、宋阳、邓狗花、吴春元。后面出来，他说什么？他离营地有多远？200米到300米的位置，就是在阳台有一瓶氧气，我们都没，应该他没用掉的，放的。对，扎西 ，Only 300 meter to the camp four. This is the leader Li Chenglai. Li Chenglai ask because he know the he need the oxygen.Very urgent. 出来，你自己慢慢先往下走一下。C4的下巴已经联系了，给你送氧气上去。他自己可能走的也没劲了。其实如果有劲的话，这一段没氧气，慢慢也可以下来，不做气就上来了。他已经走的可能是极限了，没劲了。
我跟着那个春奶哥后面，他蹬一下，停一下嘛，我就碎一下，你闭着。春奶哥有39个小时没睡觉，凌晨5点从 C3开始起床，晚上8点冲顶，然后到回来，第二天下午的他回来的时候刚好是8点，蹬顶的过程随时能睡着，就闭着眼睛走。收到收到，他们先到二号营地的，发现黄大哥可能这情况非常不好，现在可能有点失语，然后神志有点不清楚了，赶紧吸氧，把氧气开到4吸，虽然氧气多的要死吸，而且他又不差钱，有没有直升机啊，弄下去吧，现在不是直升机的事，你先把氧气吸上，我再联系直升机的事，听到没有？好，收到收到，那个小杨，赶紧啊，换氧气。小杨，小杨，把氧气吸上以后不能停，听到没有？千万不能停啊！状态再好也不能停。直升机我在联系，但是这现在的情况十有八九来不了。我跟你说，半夜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定要有人看着他。如果是停了，这种大剂量的吸氧停的话，人就会马上起火。那一刻，快登顶那一刻，我哭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反正他就哭。我的妈的，你突击取巧，一个山没登，一下就登珠峰，你能不哭吗？以后的广告词应该要改一下。哦。改什么？改什么？直接登珠峰不是梦想。然后哭了以后，我就到顶了。我一看，他妈的这不是顶，我操，顶还在前面，我当时我要崩溃了。三个嘛，要走三个。我这辆珠峰是说了16000多个，我操，搞得下巴我操是什么意思？王立刚说话 ，stay，
One. Go in. Go in. 就这样。刚开始跟我说了几个，我还几点的活？五点五的。后来又跟我说了一段，我操！我立马给你发。放那又给你屋里了，他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干嘛？晚上我们是从接近九点出发，到第二天。五点多钟六点，整个过程出现了几次喘不过气，一是因为我的那个这个已经冻上了，就是那个我的这里面全冻成冰了，因为我带的药吃完了嘛，我就找的那个药，我看到那个药的后遗症就是哮喘，我遇到我就知道我喘不过气了，我喘好久好久，所以我不能再玩了。哎呀，有的话不能说，我跟你讲，他如果当初要伸出手来帮助李春来。我跟你讲，李春来有这些能力，帮他们看氧气各方面的。他可能跟那个管管是一个妈的糊里糊涂的这种人。信号也不太好，我听了也特别费力。只要你是好的就行了，到了那个信号好的地方给我打，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一下去就会给你打电话的。这是对讲机，这对讲机转下来的，所以声音不好啊、哦。你放心吧，没问题，老雷没问题。登顶呢？和不登顶啊，区别特别大。登顶呢、啊，顶峰好，冲一下好；不登顶，我区别冲一下大。But you were okay, nothing wrong with you, you were just tired. Yeah, I'm just totally exhausted. Totally not right. 我在阳台，我待了一个多小时，我在等等我的下巴才上来。最后下那些冰壁全部是我自己下来。我本来是对老宋意见很大很大，我觉得他们这个服务简直是都没有，人家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你们队会拉得那么散？大家都在抢第一天，但是从 C 二到 C 三暴风雪，他们为了抢第一天，他们继续上。我说那急什么了？有三天好天气，晚一天又怎么样？你知道老宋说什么话？你们要么今天晚上就跟着他们一块上，要不然我不负责任。我后来我直接把对讲机关了。我第二天上去，根本就希拉里台阶啊，什么东西，根本一个人都没有。哦。下那个希拉里台阶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晕的，我都不知道我在哪，我感觉到我不知道在干什么，所有器械我都不会做。哎呀，我一看见你手，我他妈的就想吐。哪那么严重？然后打大老爷们，掉个手，掉个指甲算啥呀？人类哪个身上东西妈的没用？成都他们那边接我们去吃饭。还有我好朋友，白男的、鞋子。管管是在阳台出来的。嗯，阳台离南风岭还有一段距离，有点距离。嗯，南风岭的老长了。我发现眼睛不行了，我又往上又走了一段，走了这走到那个冰岩混合，我想不行，这走了下可能行，跑下不来，下来。南风岭那块儿，那你这是可惜到极致了。哎呀，就一步之遥就上南风，那你就算。
登顶了吧。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校首位登顶珠峰的英雄李春来校友凯旋归来。首先感谢我的母校领导的关心，我要感谢山友们，是他们跟我紧密的合作。简单的几个小例子，就是赵丽佳，在我缺氧的时候，没有氧气的时候，是他许下的心愿，照和我腹腔呼吸下降，腹腔呼吸这种交替模式成功下降。秀，该说我是下二八又没东西了。他在阳台上太可怜了，他要下，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被这个大包一会儿卸下来，一会儿背上，一会儿卸下来，一会儿背上，他就往那地下扔，扔到雪地上，我就给他拿下，给他以后他又扔到地下。凯米他不管他了，大花那么多钱雇他，20万呀、啊，那不开玩笑。你今天干啥了？跟那个老王两个人在那打。他要做个假的登高证，然后他说为嘛用做个8000登高证呢？他说呢他下回从北坡爬，北坡需要个8000的证，日子好。我看着大街小巷人可多了嘛，那我一会儿去哪儿能找见你啊？那咋的？那我在那等着。你妈昨天晚上没跟你说？哎，咪咪，看看我丫头。手搓黑了以后，然后我再用这个肥皂就是洗手，然后就洗干以后再来搓，就反复搓，直到把这个肥皂洗没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这是这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那个葫芦嘛，就是葫芦啊，我知道，肉瘦那种方，那个拿了以后放在桌子上或者拿呀，当个钥匙链或者什么，可以感觉挺好的啊。先给他们这几个一人给一个啊。啊。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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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我觉得吧，要是那个啥了，绝对是没问题的。就是当顶不太现实吧，但是当前北京南沙绝对还是一点没问题的。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要去爬珠峰？你会怎么回答？现在问这个问题，哎呀，这个有时候有好多东西。没有的就像拥有，没有感觉过的东西就像体感，像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这个能力，也属于是欲望这一类的，真是这样。有的人是。为了征服，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拥有，有些人也是为了自己心里得到满足吧。
如果问我在年轻三十年我会干什么，真的我会认认真真的学习，生命的这个短暂。